子墨，嗯，有人在等你。我妈来了。是他。去工作吧。你要不要给他取个名字啊？每天带他去散散步。取名字倒是个不错的建议。那你取一个。我想到了，叫什么？圆圆。圆圆这个名字不是很形象吗？你还不回家吗？今晚留实验室。你不回来住要说一声的呀。知道了，以后会说的。先这样吧，拜拜。不回来拉倒。要不休息一下，叫个宵夜。不用了，咱们尽快吧。圆圆同学，你爸夜不归宿，你不管吗？电池电量低，即将关机。电池电量低，即将关机。归夜，归夜。你干嘛？叫你去酱牛肉。出来吧。鬼出来了吗？出来了吗？出来了没有啊？鬼出来了吗？出来了吗？这么害怕，为什么还要看？你不怕，为什么还要看啊？吃完了，我切的肉随意你去洗盘子。这么快就吃完了？冰箱里还有呢，你拿去歇着。大晚上会来这儿？你干嘛？你别开，我来。开门就开门，拿什么菜刀啊？女孩子大晚上开什么门？啊？